头已经窜出浓烟和火舌，那立即将雨梯车部署在正面，进行抢救及压制火势，并知道五六楼有民众受困，立即派出四个小组至五六楼进行搜索及灭火攻击。在有效的灭火攻击之下，很快的在五六楼搜救出六位民众，那有三位民众受伤送医。